小弟哦，真正足超过，你敢知影？你看啦，对我安尼拢无大无细，我踮在这哦，燕舞厅的所在，想讲要来练功夫尔，哎，就安尼死无代无志，行到要给我淘汰啊！严峰啊，你小弟的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伊就比较囡仔小，我毋是甲你讲，你都爱甲牵架，你看，拢爬到你的头壳顶去咯。我就是太过温顺伊啊，太过容忍伊，才安尼是。阿娘话大哥啊，阿弟啊，伊讲太过温顺啊，我也得要拍我的头呢，要夹在我头壳顶。你是要拍啦？拍你的头，拄啊好尔。阿爸，阿要受伤啊？是你生对不对？恁两个拢是我生，我是不是头婆得着啊？你哪安尼讲？伊拍我的头，讲拄啊好尔，阿爸阿弟来，你无要去给我拍看卖拄啊好未？迄刀啊，这里来，你若一个无注意。那伤到你大哥是要安怎？爱怪你啊！普通时啊，拢讲大哥功夫好，做人稳重。讲我无定性，讲我外骨，这生气啦！安尼有无？这大哥做你啊！好啊好啊好啊！你是兄弟，咱伫咧讲家和万事兴，家吵到万事穷。你安尼兄弟，我卡袂着，就你牙刀伫咧烧台，会互人看笑话。我是台无影，感情啥好，你免烦恼啦。